迎收看《台湾下晡新闻》，我是苏新闻。台湾即摆当讲是愈来愈老，昨内政部就公布了最新的资料。伫三月底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了14%，已经达到联合国高龄社会标准。原因上主要当然和医疗进步有关系，不过社会福利也佮有长照制度，也佮需要佮再加油。逐天透早，公园都聚集了真侪长者咧运动，变当一个身体好，连寿命嘛对咧延长。内政部统计，今年三月，台湾高龄人口比率已经从1993年的7%高龄化社会突破到超过14%，正式迈入高龄社会。它的趴数就100.18%，也超过了幼年人口的人数。那老年人口增加的话，它的劳动力可能会就减少。生育率降低，加上整体医疗水平提高，延长了人口平均余命。以县市来看，前三名分别集中伫偏乡地区，嘉义县达到18.61%，依照顺序，云林县甲南投县。另外，台北市更占了16.58%，属于6都上悬。在8年以后，115年的时候，那我国的这个老年人口会达到20%。好，这些大概都是一些战后婴儿潮的人哈。陆续的都达到这个65岁左右了。要注意的是，将高龄化迈入高龄社会，台湾只干用了25年，时停的速度远远比英国、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还搁较紧，显示健全老人长照制度，都要紧紧对上脚步。台新闻肖志杰、李明华台北报道。持续关怀长辈健康，医师林晨发现，真侪长辈因为髋部骨折长期倒伫个眠床，最后造成感染。所以骨质疏松协会就推动了骨质照顾服务，要协助病患恢复自理的能力，来降低死亡率。那一般在70岁的时候，假如是跌倒，那个骨松，那可能会断在股骨节，那这个地方最细。长辈因为年纪大，骨质疏松，一跌倒就容易骨折，其中髋部骨折上吃力。老大人有可能因为安尼长期倒伫个眠床，造成并发感染，有性命危险。那最大的死亡率通常是死于肺炎，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肺炎？因为髋部骨折之后，大家行动力不好，很多人就会卧床。那卧床的时候，你可能咳痰什么就有问题，那所以很多人感染就跑出来了。医师林晨发现，因为髋部骨折造成一年来死亡的几率高达20%，而且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未来髋部骨折人数有可能对2010年的18,000人增加2.7倍，2035年会到50,000人，骨折的照顾愈来愈重要。一组人员，这组人员可能包含了医师，还有各管师，还有各式的专业人员。骨折照护团队建立了后，帮病人检查骨质密度，提醒用药，进行喂教。病人回去家了后，各个电话追踪病人的状况。这样的照顾在国外已经实施很多年，也证实可以有效降低骨折造成的感染死亡率。台新闻陈思瑜、简元吉台北报道。中华主席之工刘杨秀英今年60岁，自细汉就予人做养女。伫结婚以后，原本真期待有幸福的生活，想袂到生了两个后生，拢有身心障碍，而且伫4年前也阁确诊得着灵感。面对着人生的重重难关，伊是靠着做环保才行出来。即马大汉后生嘛已经受尽自省。一边做环保，一边解说。刘洋秀英用心教，带领轻度智能不足的大汉后生，还佫伫家己的厝内设立环保点。看到妈妈这样做，我们就做孩子的，就是跟着做就对了。除了大汉后生，第二后生是重度智能障碍患者。那无意中就怀孕了，然后那一个就足够我烦恼了，没有想到第二个是。反正已经遇到了，就顺便对啊，啊无免吼。上苦的是，后生从细汉到大汉，不断被人欺负。他们高中的时候，被人家用那个皮带、镊子把公仔逗下来。妈妈的心不舍，又搁悲痛。其实刘洋秀英的命运坎坷，从细汉就予人做养女，还搁在攀附着厝内的开销。如果被人家打了，就跑回家。啊，可是我爸爸，我生母。他是守信用的人，他说你还是要回去。
种种的一切苦，做环保，看台爱台，慢慢想开放下。就算四年前得到咽癌，嘛无埋怨。做环保的手，头尾拢坚定。希望大家把心放开，啊，勇敢的面对。毕竟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遭遇。台新闻黄子玲、蔡玉凯，彰化报道。三月中，在菲律宾的一个社区发生了大火，有超过600户受灾。主地之间是再度前往发放，用爱陪伴渡过难关。我爸噶，可是侬爸那还人，哎，那我都不要了，为什么那个干尼托，为什么那孙悟空呢？那一生用阿明嘛，啊，干侬罢了，得罢了，因为我们得罢一个人，我们自己的人，得罢了，就叫我们上天。菲律宾主席季刚在拉斯皮纳斯因应社区火灾第二轮发放，大米、草球、鼎、碗、盘，甚至餐桌等生活用品拢齐全。Thank you。对每一方面安住在后一无所有的灾民。志刚嘛，伫发放了后，对着居民的脚步，把大米送到路边这个简单的天道。一块茶帮，一片汤包，就是老太太在后唯一的所有。siya po ay matagal ng 2010 pa po siya na stroke ng ganyan, matindi po kasi matulad doon yan daanan, kita tapos siyempre po marami siyang tambak, ang mga lamok nandyan po lahat naka-standby sa kanya.Ay, maraming salamat po. Kahit kami din po nagpapasalamat sa mga binigay niyong tulong sa amin, sa mga nasunugan. Ako, siya sa kibi, matawli, hohong hanglit, kamchok ditong ha. Kasi mula sa pool talaga, yun talaga ang gusto ko sa buhay ko na tumulong ako sa kapwa ko. Yung ba, parang kung hindi ko man po natupad yung pag-aaral ko na makapagtapos ng pag-aaral, kahit hindi ako nakapag-aaral lang talaga kasi elementary graduate lang po ako, ang pinanata ko po sa buhay ko na. Di ben doa hui zu yin si bun so dun di bin ya.船长邀请志刚未来进一步推广环保回收，带动邻里减一点垃圾，加一份的干净。台新闻王玉珍、雅冠菲律宾报道。马来西亚主席幼儿园推动蔬果护照来到第六年，囡仔对活动当中了解到素食的好处，也用实际行动来爱地球。坐着太空船要登上蔬果星球，就敢若置身伫个宇宙当中观赏星星。爱心造型的太空餐深受喜爱，展现小厨师因的用心。我的愿望是要保护地球跟动物。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动物才会找到它的爸爸。我的孩子也会跟我说，要吃菜菜，不挑食。蔬果星球提倡素食，高恩组织幼儿园的小朋友精心设计，用家己特别的方式向大家宣导星球顶头美好的未来。为什么他们全部可以住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是蔬果星球，动物是他的好朋友。槟城组织幼儿园设计蔬果教学工厂，小朋友担任太空技术员，为了登上蔬果星球进行做准备。全部人的我们自己做火箭。要怎样才可以上蔬果星球？吃蔬果蔬菜才可以去蔬果星球。设计的时候，其实它就间接的帮助了关于这个小朋友的社交的部分，然后也可以分享想法了，就有看到他很大的进步跟成长。从设计到制作，增强参与性，更加明白蔬果星球的意义。台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新北市教育局举办设施渡过比赛，派出阿基赛来做评审。冬学切完的菜渣，搁再利用摕来煮汤，豆腐做造型，乌掉的部分摕来做鸭。隔壁烘焙教室。做派去外地的 NG 鸡卵糕，回收再济，经过卡手拢变甲真好食。不过切剩下的就放着利用，然后还有就高丽菜细小的地方，就是把它就是也留着煮汤这样。刚开始给的并不是完全的圆形，它很难磨平，像是草莓、水果之类的。自己看了会想吃吗？会。
新北市教育局举办小学渡鸡比赛，今年总共有12间各种参与，除了要比外观、比吃起来味，最后阁会把所有的厨余、剩下材料打包清冻，比上浪费较少。已经把那个萝卜梗头摘掉就丢了，你洗干净以后，用一点盐巴腌一腌，给它一点时间，就可以变成雪里红了。真正的创意是说，你可以把怎么样的东西发挥到淋漓尽致，不同的时间出产的，它有什么样特质，不同的部位，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方式。渡鸡比赛结合环保、小号的概念，无浪费、无过量、无过度加工，就是上简单的菜色。希望同学之间的良性竞争，甲正确的饮食教育观念深耕校园。台新闻黄义杰、邓英中台北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将时间交予佳琪。好，谢谢盛文。那么在国语新闻的部分来关心，日本九州东北部的大分县中津市耶马西地区无预警的发生了土石流灾情，而且是在凌晨时分，山脚下有四户人家的房屋被掩埋，到目前为止还有6个人下落不明。根据了解，耶马西是属于石灰质的熔岩地形，以温泉著名。至于发生土石流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从空拍画面看，让人触目惊心。山野里的一片绿林被削掉了一大块，土石流瞬间压毁山脚下的住宅。そのお姉さんも被害に遭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か？そこも完全に埋まって、そこの小屋が少し残っちゃった。はい、半分ぐらいね。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是一场毫无预警的土石流。日本当地时间周三凌晨3:50，一般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九州大分县中津市野马西地区土石流轰然雷动，4间房子毁损，其中一户人家4人全数平安，其他3户共有6个人失踪。巨大石块和树干砸乱成一团，救援人员持续搜寻中。灾区野马西属于石灰岩的熔岩地形，以温泉著名。深山里的土石流目前还不清楚发生原因。大新闻许淑妹编译。再来看到北爱尔兰隶属于英国，20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耶稣受难日，双方签下了和平协议。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英国再度面临到分裂压力。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见证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克林顿当年引用甘乃迪名言，礼貌不是软弱的象征，推动和平。北爱尔兰和平的推手关键人物是前首相布莱尔，两人共同参加和平协议研讨会，走过分裂历史，放眼现今天下，应见不远。 This Brexit thingcan burn you badly if it's done wrong, or if special consideration is not taken of the economic decisions made under your leadership at the time. Whatever the difficulties and whatever the challenges, whatever the problems, this agreement is worth preserving and building upon. Don't cast it aside, because where we are,May not be where we want to be. 回顾北爱尔兰历史，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东北部还是留在英国，成立了北爱尔兰。不过，还是形成了留在英国或脱离英国两股势力。1960到90年代，北爱尔兰历经30年战火，至少3600人死亡。1998年的圣周五，耶稣受难日，工党刚上任不到1年的首相布莱尔成功谋定两大派系，签署了和平协定。短短20年，英国历史会不会重演？领导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走向崩坏或和谐的关键。大新闻许淑妹编译。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关心的是失智症的患者当中有5到7成是因为阿兹海默症所造成的失智。现在美国科学家想要改变确诊阿兹海默症的方法，包括测量脑部的2种蛋白质含量，如果一旦产生斑块或者是纠结，就有可能造成迟缓。
are we looking at in this picture?阿兹海默症成了现代文明病，相关失智症患者在全世界大约5000万人，疾病对患者和家属带来长期身心折磨。要是早期发现，提早开始治疗，对谁都有益。This proposal is really about acknowledging that there are biological brain changes that happen maybe 20 years before memory loss is even first detected.美国科学家想要改变如何判定患者确实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方法，从原本是以记忆丧失等模糊的老化症状作为判定依据，改成判别大脑是否出现确切的生理特征异常。新的判断方法包括测量脑部的两种蛋白质含量，因为它们会默默在患者脑部产生斑块与纠结，阻断神经传递，进一步造成迟缓。另外就是要观察神经元受损和退化情形，还有大脑的体积收缩程度。Because we know that that's where we've had the most success in treating disease, in treating many other diseases like diabetes, HIV, like cancers, like heart disease, and we can do it also with Alzheimer's.就算没有一颗药丸直接终结阿兹海默症，至少可以在第一时间针对特定大脑机能退化进行投药。不过这项新方法要大量运用在日常医疗前，还需要更多客观的研究和实验。根据调查，全球59%的人误以为阿兹海默症是自然老化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努力跨出一步，希望为患者争取关键的20年黄金治疗期。大爱新闻刘仁豪编译。网络购物所衍生出来的消费纠纷，光是在国内上半年的申诉案件就超过了350件，最大的争议往往在退换货的运费上。手指动一动，宅经济崛起，网络市场商机无限。不过也因为网络购物，消费者无法亲自确认商品的品质，衍生许多退换货的消费纠纷。光是近半年，申诉案件就高达352件。他不提供退货的这个机制，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检讨的是这个部分的违法的情况，在现行的规范之下，消费者，不管是一次或者是一次以上的退货，按照规范来说的话，其实的确都可以不主张不负担任何退货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费。根据调查，15家人气网络服饰商店中，违规项目包含了限制退换货理由，以及只接受一次退货。要是消费者7天之内再次加退商品，则要自行负担运费。而其他不合理的地方，则是在部分退货或是全部退货时，要求收取运费。有的店家甚至把退货费用转为购物金等不友善的情况。针对计价的方式跟负担已经有明定的话，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可以作为拘束双方面的一个这个条款。那除非啦，除非业者他没有明定这个送货的运费是由谁来负担的话，那我们就视为是业者要负担。网络购物陷阱多，除了要慎选评价好的卖家外，面对密密麻麻的契约条文，也建议详细阅读，避免自身的权益受损。大爱新闻雷亚寻豪台北报道。爱的力量有多大？语言不通、宗教不同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一份爱与善，这一切都能够化解。慈济志工深入到南非以及墨西哥，帮助受苦受难的民众。长期耕耘的资深志工来到了高雄电子书的读书会现场，分享了他们在当地爱的足迹。一张张南非本土志工为苦难众生奔走付出的照片串联起来，记录下他们人生精彩的篇章。此去志工潘明水到高雄电子书读书会分享，将爱片洒非洲是许多人一起努力才有的成果。爱的本质就是我们所谓的活性嘛，就引出来了，启发出来了，每一位就会发出很不可思议的能量出来，善的力量，然后再去接引更多善的能量。能将佛法落实在彩虹国度，潘明水说，人人本具的慈悲大爱被启发是关键。画面转到墨西哥，强震因缘，慈济人踏上了苦难国度，种种困难因为无私的爱有了答案。不同的国度，然后又加上这个语言的隔阂，我觉得拥抱，我觉得微笑，我觉得用一颗真诚的心，我相信就可以感动彼此，让彼此的距离能够更拉近了。
鸡，一起跳着非洲鼓，歌词说的正是希望大爱透过每个人传遍全世界，歌声中内心也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大爱新闻派专业宜林高雄报道。慈济大学一年级的人文课程，护理系的学生们跟着环保站的老菩萨学习如何资源分类。志工教学生们分辨铁罐和铝罐。慈济大学护理系的服务学习课来到环保站，戴上手套，每个人动手来分类。我以前虽然也有帮忙分类过，但是没有像这次学的那么清楚。然后这次看到那么多的垃圾，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大家应该都有责任，因为大家都有制造垃圾，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帮忙。很轻就可以出来了，你知道吗？你要靠这个地方。跟着老菩萨学习分类的技巧，吸到瓶盖和拉环都要分开。也有学生越做越上手，动作很利落。做环保是不分年龄的，没有人。环保应该从家庭落实，而不是只是到学校被教授。即使老人家不知道，应该是由这些小孩子去告诉老人家，让老人家也一起来执行环保。透过身体力行环保，唤起学子从生活中落实，进而影响家人，一起来护大地。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范吕昭华联报道。什么能够成为社区民众的共同话题，而且可以不分男女老少、富有或者是贫穷，大家都能够投入？答案就是做环保。像是在福建福州的慈济志工搬迁到新会所之后，就首度在社区里头举办了环保活动，获得热烈响应。资源回收落实社区，福州慈济志工会所搬迁后第一次举办环保活动。实业家陈建云之前到过花莲，这一次特地邀约朋友前来，希望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做环保。原来对这个真的没有，包括什么水乱开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少用啊，然后纸也少用啊，就有意识的在做这一块。在志工的指导下，民众学习如何分类。过去曾是慈济助学生的张文婷也带了弟弟尽一份心力。不过这也是好，就有一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要好好的做好，因为我在家里感觉平常就没有去注意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就有所收获。同样的绿色行动，志工也走入校园，在福建师范大学透过讲座邀约年轻学子一起成为爱护大地的环保尖兵。大爱新闻，这是李志工。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处处充满智慧。慈济在上海长丰联络处举办了慈诚委员一日精进课程，100多人出席。像是有实业家为了首届坚持在谈生意的饭局上滴酒不沾，来看看他圆融又圆满的智慧。我用茶以茶代酒，那有一些呢客户他还会很执着，一直那我就会私底下把他请到一边旁边去，我说你让皈依三宝的佛弟子来喝酒，那个是很重的罪，哦，那你造的业是很大，我可以喝这一杯，但是你造的业，我说那变成我也有罪。他说什么哦，他说什么我都说我很爱你。还有在北京的青年志工营，以环保为主题，设计了素食料理比赛，引导学员们思考环境问题，期盼每个人都能够实践所学，发挥年轻人的力量。有人是当下发愿要吃素一个月。捐赠一张 A4 纸上，很容易就超出范围。人类猎杀。游戏引导想象海冰消融，北极熊的生存危机。青年志工营用数据说明素食比较环保。我们吃1公斤的馒头需要多少升？多少公升的水是100公升？
一片一公斤的牛肉需要13000公升。素食大比拼的环节，各组学员发挥创意。我们是感恩组，然后大家平时其实在这里听到很多都是感恩，然后通常我们说感恩会这样是不是？然后我们的手型就其实挺像一个三角形的形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面对生活，原来从日常三餐就能够改变世界。坐在书中，我要读书，我发呆，看着天空，我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现在来到这里之后，就觉得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就其实全球暖化就已经影响到，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其实可以动手开始做，去吃素。我一直有吃素的愿望，但是就是没有去实行。所以我下定决心啊，我那边贴着我要吃一个月。好，我一定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就坚持做下去，不管别人怎样看待，然后不管别人说那个肉很好吃还是什么，我觉得吃素可以减少伤害动物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坚持下去。写下心愿卡贴在发愿墙，让爱不停的传，不停的转。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徐月文、唐洛仪、赵子亮，北京报道。现在最后来看到人世间绝美的景色，这是在贵州毕节市，寒流发威，30公尺的瀑布凝结成冰冻的仙境，有许多旅客前往欣赏。也感谢你收看，我们再会。